久等了。与心声中连接，听着微妙成品如影的不知不觉，穿过寂静黑夜聊不远不说不见，既然遇见你有没一样的极限，让我们的共鸣会出有质变，就是现在这边界星光也循环破开，穿过无界配双节像头发无需担忧，这最后一招便是这局棋的终盘了。